生活是现实的，望梅不能止渴，画饼不能充饥，希望在鸡零狗碎的日子里拥有自己的人间烟火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赵海外纪实。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往下讲，阿祖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正朝着自己向往的生活一步一步靠近，活出了当代女性独立自强的风貌。记得当初阿祖法在康特家生活的时候，许多网友都看出来阿祖法整天郁郁寡欢，而且很懒散，不愿意劳动。可能当时由于康特妈妈和吉尔娜的刁难，阿祖法过得并不开心，而康特却没有在意阿祖法的感受，不会调节家庭矛盾，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阿祖法为了康特，他不得不强颜欢笑，维持家庭暂时和谐，但长久的积怨总有一天会爆发。终于康特妈妈再次将阿祖法母女赶出家门，阿祖法也因此获得了自由。虽说现在生活的还比较艰苦，但要是从总的来看，阿祖法还是要比之前开心很多，起码在心理上没有那么压抑了，时不时还能露出喜悦之情。等房子过段时间彻底建起来，相信阿祖法的幸福感会比现在起码增加好几倍。今天阿祖法有点累了，拍摄者担心阿祖法的身体，决定就暂停一天建造。原本阿祖法是不同意的，但是今天可能还会下雨，最终阿祖法听从了拍摄者的建议，好好休息一天。阿祖法虽说同意不建造，但他并没有同意休息，他挺着一个大肚子，把昨天消耗完的水泥袋子归拢在一起，然后用火把袋子都烧掉。不得不说，阿祖法真是闲不住，有一点时间都不舍得休息，每天总有干不完的活。凯撒现在有了玩伴，但并不是天天有。没错，凯撒的玩伴就是这条狗子，它非常的温顺，对凯撒也非常喜欢，时不时就跑过来陪伴凯撒，而凯撒也会经常拿些食物喂给它。看着凯撒一天天长大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从当初的不会走路，再到现在想去什么地方都是自己走，说真的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一年就过去了。只是不知道和自己的康特爸爸分离了三个多月，凯撒还记不记得，如果将来见到康特爸爸，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随便让康特拥抱。风刮得越来越大了，阿祖法要把这张遮风挡雨的篷布牢牢地固定在棍子上，一旦下雨，即便不能完全遮风挡雨，也总好过没有要强。固定好了篷布，阿祖法看到了一辆移动超市，他赶忙牵着凯撒走向超市。当初拍摄者就想让康特开上一架，毕竟手里有着一辆四轮车，可那位妈妈的错误决定导致这件事情泡汤了。其实康特现在也可以开一家移动超市，不仅可以卖货赚钱，正好可以四处游荡寻找妻子和孩子，既能赚钱还不耽误康特寻找，绝对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事。只可惜康特现在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找人，从来没有想着一边找人一边赚钱。这位大哥开的移动超市里面品种不是太多，主要是以水果蔬菜为主，但每个月的利润可不少，起码比康特打工或者给别人拉货赚钱。据这位大哥说，他之前也没有想过开一家移动超市，只是打工的时候腿受了伤，没有办法再干苦力，于是就在朋友的建议下开了一家移动超市，结果效益让人万万没想到，比干苦力还要赚钱。从这位大哥身上的经历就能看出来，选择比努力重要。刚阿祖法这一单，这位大哥就能赚不少，因为阿祖法不仅买的品种多，数量也不少，主要是给工人们买的。明天一开始建造，工人至少三个人起步，一顿上午饭就能消耗大半袋子蔬菜或者水果。
凯撒也学会帮助妈妈干活了，只不过凯撒体格还小，手里的水果太过沉重，根本拎不动。阿祖法将小部分水果装进一个小袋里，然后再递给凯撒拎着，这样既可以让凯撒认为他帮助了妈妈，这种教育非常好，不管干多少，只要是帮着干活，长大了就是一个好孩子。今天没有工人们上班，阿祖法下午饭就非常简单了，刚买的水果，阿祖法把刚买的水果拿到盘子里，利用清水冲洗干净，然后可以和凯撒就着无色无味的大白饼吃了。等吃完饭之后，阿祖法还想忙碌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尤其是把遮风挡雨的篷布再固定一下，因为现在的风很大，晚上随时都有可能会大雨倾盆。很快时间就来到了晚上，而康特这边直到现在还在四处寻找妻子，因为康特想要在杰斯找到阿祖法母女之前找到妻子，所以现在每一分钟对于康特都极为重要。只不过阿祖法这一会居住的地方，不论是杰斯还是康特恐怕都很难找到，因为他们都不可能想到阿祖法竟然有钱在市区周边购买土地。可能实在是太累了，康特把车子停在路边，然后拿出手机看着凯撒的照片。尽管凯撒不是康特的亲生女儿，但是康特真是发自内心的把凯撒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只要康特不放弃，相信这一次康特肯定能在杰斯找到他们之前找到阿祖法母女的。